油价跌价应该是最好的时刻，增加沙洲的自由天然气开采税。因为石油跌价，这增加的15%的开采税所涉及的数额款项，将不比之前石油每桶100美元时来的多。在石油每桶100美元的价格，这增加的15%开采税意味着联邦政府需要多还沙洲政府约50亿元。但是目前石油价格暴跌60%，因此这增加的15%开采税所涉及的数额也只是大约20亿，从50亿跌到20亿。